PS5 版的卧龙体验版今天下午4点可以正式下载游玩了。首先进入商店，往下走找到卧龙，475港币，然后点这个三个点，选择体验版，然后点击下载体验版。注意右侧是2月24号，大概30个G。这个游戏在去年出过一次体验版，PS5 版本的。它的正式版将于下月，也就是3月3号正式发布。等到3月3号，我们就可以在各个平台玩到这个游戏了。这是一个三国类的魂类的游戏，看画面还不错，有点像《三国无双》。另外，这款游戏首发进入了微软的 XGP，我这体验版显示的是 16GB，还有3秒，我这下载速度还行。用 PS5 玩游戏就是这么简单，下载自动安装，点击游玩即可。文字是简体中文，语音也是有中文的，英文、日文、中文。FPS 优先还是分辨率优先？那肯定是帧率优先。我们注意看上面的 demo，就是体验版，版本是2.01，中文配音不错啊。从《三国志》玩到《三国无双》，现在又开始玩《卧龙》，都是从这儿开始的，黄金之乱。不过画面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带感。张宝长这样，张宝我还记得是第一个 boss，啊，这是张角，咱们就随便捏个脸。虽然现在是 FPS 优先，但是我感觉啊，帧数不足60，不是那么的顺滑，可能还得需要一些优化吧。好了，先体验到这儿了，剩下的留给大家慢慢的玩吧，再见。